大家好，我是张一山。我2011年出生，我12岁。我妈妈是王云。我和我妈妈一起生活。我爸爸不和我们一起生活。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她和我爸爸一起生活。最近，有一个叔叔喜欢我妈妈，我妈妈也喜欢他，不过我不太喜欢他。我不喜欢有叔叔喜欢我妈妈，也不喜欢有阿姨喜欢我爸爸。我还是喜欢和爸爸、妈妈还有妹妹一起生活。